或者 d 卡，其实我把 d 卡删掉很久，只是就有时候看文章，就是他们不是有时候分析什么那个新鲜人的薪水，<哈>那大概北中南大概要多少才是 OK 的这样？哦哦，对，然后北部好像我看到是四万多哎、欸，新鲜人吗？哼四万多说在北部算多吗？新鲜人哦，不就是所有职业这样？嗯，哎，没没，我觉得应该还是有某些职业拉高平均很多吧。 所以你觉得四万多是有一点难，就一个我，<鮮>嗯，好像三万多比较常态，对不对？嗯，哦，所以我觉得三万多到四万，哎、欸，但是那所以我们这种工作算是比较例外啦。但是我觉得我们我向上发展的空间也相对其他少比较多，哦、嘿，嗯，我们大概就这样了，蛮稳蛮固定，然后但是起薪就是就也比较高，大概就是吃不饱也饿不死。 也能说到吃不饱啦，飽啦但是就是你你也不会吃到太豪华啦。<嘿><嘿>可是像比如说像呃，我们是在哎、欸，你是住台北嘛？然后如果是五万多，嗯、其实就还蛮 OK 的。因為我住家里吃家里啊。但但是如果你一个比如说上台北工作的人，他如果一个月有三万多，哇，这样還很金呢、欸。三万多，你不管到哪里都很金。不要说到台北，是台北的房租很贵啊。 哦、房租贵，但其实我觉得消费并没有比较贵。台北市可能有，但你不一定要住台北市啊，你干嘛要硬要住在蛋黄区啊？就是你住在新北，其实我觉得还好。对，就是那个通勤时间啊，就是哦，对，不一定，不一定，交通这很难讲吧？对，这很难计算了，嗯、也是要看还蛮个人情况的。好，我其实刚刚已经开始录，我知道。嘿，<laughs> 好，欢迎来到蔡椒话仙，現在我是嘉伟，我是易安。 哎，我们刚刚前面聊，我们其实前面已经先录过一次，<laughs> 然后发现，你、欸、看不行，讲太讲太烂。对，我们直接果断的重来，我们已经录了快一个小时。但但是 <laughs> 但是我们也没有蕊说要怎么讲，就是再重来一次就对了。對发现你好像不行，我们重来，<laughs> 再重来一次。哎呦，好了，今天要讲的书是《爱的哲学课》欸。哎，其实。 我们 EP One 也是，就是书的比重没有很重，但大概应该就是走这种路线。就是我也没有要介绍、嗯、认真介绍书，因为其实认真介绍书的频道就很多了啦。嗯，对，對其实、啊、他们讲的也还不错，我也没有那个时间，有办法。 那么 <laughs> 认真介绍一本书，但是我觉得就是，呃，应该说书里面的内容开启一些话题，然后就是随便聊，嗯，就闲聊这样、嗯，大概就是这样，就大概就是我们平常聊天的方式啊。然后如果大家可以因为讲一讲、听一听，然后觉得哎、欸，这本书好像蛮有趣,趣，去看我也觉得很有成就感。对。 对，不不一定要去看书了，就是哎，你不要这样子，可能就是真的有人要去看，你干嘛要这样劝退人家？没有，你你讲完我也不会去看书啊。我没有要你看，你就是个不会看的人，I don't care，OK。不会啊，刚刚那第一集那个就我觉得还不错，你就哎，而且呃，那个故事是呃长篇散文，就是它没有像小说那么长，所以其实还 OK。这种还蛮对我，也就是几十页，就是一百页以内之类的，应该。我会我会看的书大概就是。 那个嗯，要怎么讲？科幻也不算，就是九把刀那种很虚幻的故事那种。哦，好好，对，我我也曾经有一段时间是喜欢看那种小说的。其实也是分好几个阶段，只是现在看的书一定跟以前不太一样。对啊对啊，会了会了。OK，那你、啊、你说《爱的哲学爱的哲学课》云游僧与诗人卢米，二零一四是土耳其的小说。嗯，所以他是翻译的嘛？啊，他、嗯嗯、对是翻译的，我觉得他翻译的还不错。 还行还行，对啊，然后呃，它里面是在讲一个算是伊斯兰伊斯兰世界的莎士比亚，卢米对卢米卢米算是伊斯兰界的莎士比亚，跟夏目市，他就是呃书名的那个云游神，他是苏菲派，就是呃伊斯兰的一个派别，派啊、对他们之间比较特殊的友谊啊，在书里面他们把它称之为灵魂伴侣，嗯。 灵魂伴侣的意思其实是卢米，他已经有非常美满的家庭，然后他是一个很知名的学者，也会在清真寺里面讲到。然后他门徒其实也很多，<嘿>仰慕者也很多。啊，呃，苏菲派的项目是比较是在他们眼里可能看起来像流浪汉，嗯、然后不修边幅啊，然后就是苦行，然后很贫穷，内心修炼，追求冥想得到大概是这种。所以这种派的人。 会比较，嗯，这该怎么讲？就是个呃，特立独行一点嘛。就是对，在他们看来有一点，但是我觉得他在很多教义上面的解释，又相对起在书里面那些典型的伊斯兰教的人，还要我觉得他的他对他对教义的解释和理解是更更贴切的。哎嘿嘿嘿，嗯、大概是这样啊。最有名苏菲派的代表，大概是那种旋转舞，应该知道吧？ 知道，知道，知道，<laughs> 因为他之前被当迷音做过啊，我看到我就觉得蛮好笑。啊、其实我不知道这个东西迷音。我其实我也忘了迷音吗？就是我不知道迷音有把这个东西做成什么，我忘记了。但是我记得印象深刻，看到那个我就笑出来。而且我看 YouTube 影片，然后去看那个宣传，他它跟所谓的比如说像瑜伽，然后瑜伽，<魚家 S 2> 我觉得有一个共通点是他们都追求。 因为其实那个都很辛苦，就像瑜伽，你要维持一个困难的姿势，欸、长时间其,其实也很难。<對>然后你说，呃，打坐好了，嗯、打坐也是要学习的，<錯>他不是说你坐在那边，然后就度孤，<laughs> 就叫打坐。呆对，那个不一样。其实那个，我觉得他们都有一点追求，比如说自律、超越肉体的限制这种感觉。然后你要专心。心然后我觉得旋转舞虽然大家看起来觉得哦，干真的是很好笑，在那边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是能干嘛？欸、但我看那个影片看下来，我觉得。 其实意思是一样的，就是追求你超脱你的肉体的疼痛，哦、嗯，专注这件事情。我觉得其实啊，我觉得大同小异。那个很难的、啊，就是很抽象啊。哎<難>、欸，他们那个旋转舞是呃，相传鲁米他是呃旋转三十六小时得到。<laughs> 嗯、这这个我不知道真的假的，<laughs> 听起来就超不合理的、啊。但是他们要表达，你去看那个旋转舞的表演，哎<嘿>，他们这样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他们真的都有点像。 呃，圆规一个角<嘿>定住一个，哦、都还同个点吗？对，然后就算他们移动，就是他们比如说一个舞群，那<嘿>他们是会这样子旋转绕一个圈，<嘿>但是不会有任何人打到别人的，哦、因为他们那个裙摆很长嘛。对啊。 很厉害，一定要留一个空间、啊。他们那个是要从小就练习干嘛干嘛，真的不是你说你去在那边转一转就会长出来这样。哦、當然當然对，真的很厉害。所以，我笑是因为他被做成迷，很好笑，但是我不是笑。<笑>欸、我的到到时候传给我看一下。嗯、我我我真的不是我我那种呃这种意义上的，嗯、<哼>我觉得还蛮厉害。但是就是哎、欸，我不是笑这个啦，哎、嗯欸，不我怕我怕被出征不行。<laughs> 他里面有讲。 常常，比如说，因为我我没有特别信奉什么宗教，嗯、那有有的时候，我可能比如说看到基督教常常讲说什么，比如说摩西过分就是红海分、呃、分红海啊，嗯、过红海什么的，每次讲红海我都想到郭台铭、嗯、<幹>之类的故事，我觉得看这种东西或者是什么五饼二鱼啊、嗯、那种东西，我就觉得哦，听起来就偏夸张。 对，而且<媽>我<嘿>很难说服我，嗯，哎、欸，我就看就是胡胡乱，就是一个故事，可能他想要吸引他的追随者啊，等等的。可是后来，它里面书里面有一段，它里面是在讲《古兰经》的妇女章，嘿，这个章节你单纯看片面上面的字，哦，它的字上面大概的解释就是，呃、欸，女生要服从男性，然后如果。 男男性是被神所选上，然后经济上比较好的啊。哦、然后女生要捍卫自己的贞操，然后要劝诫他们不可以有任何就是违逆不忠的行为啊。嘿，违逆不忠的话，你就要劝诫他们，然后不要跟他们同床、嗯、啊。你可以责打他们。这已经是男生写的、啊，嘿嘿啊啊！但是如果他们服从的话，你就不要想办法再对付他们。 呃，男人是女人的维护者，因为阿拉让一些人优于其他人，因为他们花费了财产、呃。这样这样听起来就是非常那个，对不對,对？当然，这已经这教音是男人写的、啊。好，你你听到这样会这样觉得好，但是夏目是就讲说，你如果这一段经文你把它用另外一个方式解释的话，哦、你可以解释成。 男人是女人的供养者，因为真主赐予一些人的财产比其他人多，也因为他们花费了财产来供养他们。嗯，所以贞操的女人要服从真主，捍卫自己的贞操，一如真主对他们的保护。<呵>啊，呃，那些你们担心他会反抗的妇女，你要劝服他们，啊，也不要去骚扰他们。他们愿意的时候，你再跟他们同床共眠。啊，如果他他们对你敞开心胸，你就不要再找借口责怪他们。 在后后面听起来比较合理一点嘿，就是同一段东西，但是你用不同的、哦、不同解释方式解释方式去解释的时候就不一样。然后、嗯、里面就有人就问那个夏目是就说为什么同一段经文，然后你解释起来就跟别人不一样？<嘿>嘿夏目就是夏呃夏牧是就说，呃同一个东西，你用最简单的解释的时候，别人最容易懂，也最直观可以理解。嗯 但是他说，呃，那那些就是经文里面想表示的东西，其实藏藏得很深，就像河里面的暗流一样。它、啊、可能分成，它其实你在表面上你看看起来是一条一条河，<嘿>可是其实下面有四条。嗯，啊，你一层一层往下解释，会越贴近真正的样子。了解。但是大部分的人可能分析到第一层的时候，他就觉得溪就是长成那样，却没发现你下去的时候其实有四条。嗯、然后你发现啊，原来这样会逆比。 哦，哦，我就觉得，哎、欸，这样没有去那还蛮厉害的。其实这件事情，我就觉得说，哦，可能我对于，比如说像刚刚讲基督教为例子，我就觉得<嘿>啊，可能我对他们的了解没有那么多。对。所以我看到他们在讲的东西，可能也只是最片面，其实不是真正教义上面在讲的东西。嗯。然后就哎、欸，好像也不太能。即便,便即便我没有到那么相信，但是我也觉得，哎<嘿>、欸，可能是我理解的不够。嗯。就是他们举这个例子，我觉得哦，很有感。<laughs> 尤其基督教吧，我觉得基督教就是在同婚这件事情上，啊、嗯，哦、教义的关系。但是其实我听过一个说法是，嗯嗯，其实没有明确的写出来说不能不能同性别在一起。其实我没有很理解，我我没有去做这个功课。对，但但是我也我也我也是有听过，就是不同说法在解释同个东西的。 也是有出现这样的状况，蛮蛮厉害。我觉得同一同一条经文，然后不同解释就可以。其实这件事情有让我理解为什么那么多人会想要去听那个诶、欸、牧师讲讲道吗？那个是他们传福音吗？诶，欸、不是传福音，就是他们礼拜天都要去教堂做礼拜、啊，做礼拜，然后听牧师讲道。嗯。 因为你要想啊，如果同一个经文有这么多不同解释的话，你选择一个你所信任，然后你觉得他把教育解释最好的牧师，牧师然后来跟你讲这件事情，就像爱听故事一样啊，大家会比较愿意、哎、想去。我以前不理解，想说，到底为什么大家平常工作这么忙，干嘛？然后会愿意说，哦，礼拜天我就是固定我要去。呃，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很不可思议。所以牧师也是用自己的方式在解释。 照这样看的话是啊，就是不同牧师他即便是解释同一个章节的的东西，嗯、他也是用，可能这个牧师他的程度有办法解解释到第三条第四条，嗯，可是可大家不知道啊，大家就是听那个版本啊，哎、欸，对，就是会，所以就会有很多不同版本，呃<嘿>、欸，这件事情还蛮好玩的，哦、嗯，蛮厉害，我觉得，哎、欸，看到看看到这个这这一趴，我就觉、是、得，哎、欸，有，我而且我,覺得我们身边好像比较少那种伊斯兰教的朋友。 好像其实，在台湾也没相对少一点，台湾少啊，对吧、啊？外籍移工可能比较常遇到，他们需要哦，定时做礼拜，哦、一天五次。哎、欸，对，那个呃，之前看一个新闻吧，嗯、就是他也是在港口工作，嗯、<哼>然后他就是有请外籍移工这样子，嗯、然后他会就是好像有给移工一个专门在做。 哦，可以礼拜的地方对对对对，这么好，我觉得很很就是很棒哎，就是很尊重他们啊。哎，我是后来才知道，比如说一天要五次嘛，你错过那个时间你是可以补做的，你知道吗？还可以补救？哎，不是补救，就是你可以补做。哦，就假设我第今天第三次落掉了，我可以下下一次补回来。我是看到我才知道的，我那时候看 YouTube 的时候，我才知道，就是有人在介绍，因为我不知道，我不晓。那那他这样补是怎么补？ 我我没有认认真的去再深入研如果比较懒一点的伊斯兰教徒的话，他就集中一次把它做完就好了。伊斯兰就是追求说你要自律，然后你要严谨，你要哦哦哦哦你要那个你就不能懒惰啊！這個、你还在这个如果懒惰的话，就,就是不能懒惰。哦、你这个懒人没有办法信奉伊斯兰教。哦、<laughs> 你可能不是哎、欸，而且你这么爱喝酒，哦，极度他们不能喝酒，他们是都不能碰嘛，对不对？ 嗯，我不确定是不是这么严格到都不能、啊。红标米酒也不行。<這> <laughs> 你说料理类的吧？<laughs> 对啊。哎、欸，我不晓得，我不晓得是这么严格到都不能喝，还是干嘛？但是他们书里面有一个，嗯、有一趴是，嗯、呃，有描述一个酒徒，他在酒吧里面喝酒，嗯、然后他就跟里面的人有一些口角，就在争论一些事情。然后在书里面，那个酒徒有一点被视为是异异端分子，或者是。嗯 被异样眼光对待的人，觉得说你怎么可以不守教义在那边喝酒这样子嘿嘿嘿啊？其实那个人他也不是闹事的人，他就是很喜欢喝酒。嗯，嗯然后他那个那个人就很很生气，他就说：“我就搞不懂啊，为什么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被禁止喝葡萄酒，可是又应许我们说，我们到天堂做好事上天堂以后有酒可以喝？”对啊、哦，蛮奇怪的。嘿，他说：“如果酒真的像他们说的这么不好，嘿嘿这么不堪，那为什么又要告诉我？” 天堂有在供应，酒都被藏起来了，被藏到天堂。这个就是商人的，就是他，就是你说上帝是商，你这句话开玩笑，开玩笑，不行。我是说这个这个方式很像，就是我都禁止你不行，然后我只有那边有卖。加倍。你知道宗教上的出征会比政治上的出征要吓人吗？讲一下，讲一下我的感播到第二集就要这样子踩人家底线。 <laughs> 我们不是走这个风格哦 <laughs> 紅，红黄标踩不够，红标直接把人家直人踩烂，哦、不,不,不要这样。嗯，其实夏目是他们后来在后面的章节也有解释，讲<嘿>说，因为那个酒徒就觉得说，我也循规蹈矩，我也没有伤害别人，那喝点酒。 有什么不行？為什麼不就是他除了喝酒这一条之外，他其他其实都做的很好他。他就是一个正常人哦、oh,。你你也你也不用，他也没有说什么做特别好。嗯。但是他就是一个喝酒的正常人，除了喝酒以外，他也没有做什么违法乱、嗯。他也没有就是发疯啊，也沒有,没有没有没有，他就是喝酒。嘿。嗯<嘿>。<呵>然后，嗯、呃，他里面书里面有讲到一段，是在讲说为什么很多宗教都禁酒这件事情。嗯。他说，因为喝酒的人如果内心深处有温柔的话。 那其实他喝喝醉的时候，他就会表现出来。<嘿>但是如果他内心藏着的是愤怒啊跟自大，在喝醉的时候也是会表现出这些东西。嗯，啊，因为大多数的人都有后者的的表，就是、呃、的内心的平常不会有那个、啊，的的東西平常不会把愤怒表现出来，所以他才说每每个人都敬酒，<嘿>要喝酒的人还是会喝啊，不喝酒的就是不会喝。所以其实你也没有也没有任何人有权利把自己的想法。 说强加在别人身上，啊、宗教其实也没有办法强迫。对，嘿。可是宗教就是很多人是没办法选的啊。比如说，我们家是拜拜的，嗯<哼>，就是插香拜拜的。嗯，<那>我们家也是。就是，那就是从小就是，就你就,就觉得好像你也没有什么选择啊。真的吗？你你有问过你爸妈说，如果你不是信道教、信佛教会怎么样吗、嗯？你是没有问过这问题，但是我也沒有、啊、爸妈会会觉得你应该要。 也没有逼你过，oh, 因为你也你也没有想过要要信别的教这样。对，而且可是那也不算逼吧，就是很像从小养成的习惯。你我跟你讲，嗯、就是比如说基督教的人，那他的小朋友就是从小礼拜天早上就是要去做礼拜，他就觉得那这是习惯的。但是也不会每一个人都这样想吧？可是我，我就我就问过我爸妈、欸。可是很多人都会这样啊。哦，有可能啊，因为那个像那种呃原住民，很多都是基督教或是天主教的，嗯、对不对？哎哎那他们就是。 部落从小他就会把你，就是小时候就会礼拜天就是去做礼拜这样子，嗯嗯、所以他们从小就是已经习惯了，嗯，对，所以他们就自然而然就已经就每个人都信那个宗教这样子、哦。其实我小时候问过我爸妈、欸，哎<唉>、欸，我说，哎，我我如果以后，呃，选择不插香拜拜是可以的嘛？嗯，可以啊。我、哦、这样蛮尊重你的、啊啊。他就说你高兴信什么就信什么、啊。对啊，这倒也不是什么也、yeah, 他他,他们也不觉得怎么样，嘿嘿。 所以，所以其实我们家也没有特别不让我喝酒或干嘛、欸，也没有管过我门禁，真的完全没有。可是，呃，因为喝酒通常都会喝到很晚嘛，所以你凌晨回家都没关系，没关系、欸。但但但是，我觉得我会主动讲，就是我会主动讲说，啊、哦，我昨天很晚回来，或者是我会讲说，哎、啊欸，我今天可能比较晚回来，但是也就仅止于此。我不会讲说很明确时间点这样。哎，我不会讲啊，但是即便。 嗯、因为大学不是在台北念啊，在台中，嗯、所以我很晚回家，我也会让我妈知道说，哦，我已经有过很晚回家。哦，所以假设你在台中，<laughs> 你很晚回家，你有跟我会跟爸妈讲吗？我不会刻意跟他们讲，但是我可能回台北，然后聊天干嘛，就说，哦，我之前就很晚回家，什么之类的，我我不会，哦、<我>你会讲哦我我，我会讲。 我通常都不会讲哎、欸，我跟你说，就是他在这种不经意的时候讲一下，让他们打预防针，就是杀个措手不及，不行，<laughs> 他们也没有办法，他们也没有办法反驳你什么，因为你也很自然讲出这件事情啊。对啦，而且、啊、你很自然的讲啊，他们，你你这件事情都已经结束了，他能怎么样？嗯，对啦，啊对啊，我跟你说啊，他没有，他们他们只能承受啊。底线是踩出来的，<laughs> 怎么办？我现在乱教乱乱教大家。<laughs> 我不要，我什么都没有讲。哎 <laughs>、欸，但是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很重要是。 你要做到让你的家人安心，嗯，他们就不会一直觉得要去限制你。这这是当然的，对啊，我是觉得我喜欢自由的感觉，我不喜欢人家管我、嗯、啊。我知道我如果什么都不讲，他们会担心，所以我就干脆我、嗯、我主动讲，让你们安心。那、欸、你知道我在做什么啊,啊？我觉得你主动讲，他们可能也觉得你有能力去。 去想说你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他们就不会一直要去干涉你。嗯、因为其实爸妈一直干涉小孩也很累、欸。对啊，他們,一直他们也有操心。对啊，他们也有他们要做的事情，他们要过的生活，嗯、他们也没有精力说哦，整天管你几点回家，今天跟谁出去，去哪里、哦嗯，超累。对。但我觉得，身为女生，嗯、喝酒还是要自己注意小心啊。可是像，像就是你爸妈对你喝酒这件事情，都是就是没差。因为我爸以前也喝很久。 可是不一样啊，因为你刚刚讲女生啊，我觉得就还是不太一样哎、欸。嗯，我觉得我爸可能会理解成，呃，这可能是社交的一部分。哦哦，哦嘿嘿嘿，台湾、啊、没办法啊,、欸、啊,啊，如果你。 其实我喝酒好像也不太是因为社交，纯粹娱乐，大家大家出去玩啊，开心喝酒，哎 <laughs>、欸、啊，就是喝到自己觉得 OK 的量，我也不会说每一次都刻意要喝到很醉或什么的，嗯、呃，就就开心就好啊，量力而为。可是我觉得也有一部分是我的朋友里面没有那种局势会一直灌你酒的，所以我没有这种那种比较嗯。 朋友间可能比较少一点，可能是那种出去你真的是社交的时候，比如说跟长辈对然后你呃去那种板豆那种喝菜啊，他就会就是会这种也不算灌你，那就他们的劝酒这样子，对，就是比如说杯子拿起来就是要喝，你你你你可能不知道这个会不会男生比较有这种，男生会比较，女生比较少会有人要一直灌你的感觉。你说如果那种场合吗？对啊，对，没错，我觉得女生还好，嗯，女生比较会是。 酒吧或者是夜店，哎、欸，但是我觉得我,我爸从小就灌输我一个概念，對對對就是你不用到特别会喝，但是你要知道你可以喝到什么程度。哦，对，这很重要、哦、啊！你要去试，嗯、就是你大概知道什么程度，所以。 呃，你在外面你觉得差不多了，或者是你想走了，你就装醉 <laughs> 啊！你也不要让别人知道你很会喝还是你不会喝。装醉、欸、这也是一门艺术哎，欸、对，没错。女生一定要学一下，而且你刚刚讲到那个，女生一定要知道自己的量在哪里，这个很重要。所以你在家里试到、就是、没有啊？我没有在家试过什么啊？你是所以在外面一直 <laughs> <laughs>、呃？呃，我跟熟识的朋友，我可能会。 嗯，就是可能会试到比较多的量，但是我也不会试到说完全断片或什么。就是我发现哦，原来喝到这个量差不多了，嗯、那就这样，我也不会到喝到太过分。呃、嗯，所以大概要知道自己有什么多少量的时候会接近不行的状态。对，而且因为我有个很很坚持的事情，就是我一定要喝完酒，无论状况多醉，我一定要洗完澡、吹完头发，我才能睡觉。哎、嗯，所以,所以光是要维持这个标准，我就一定要让自己维持在。 即便是意志力坚持住，也要做到这件事情，欸、嘿的这程度。所以你就是一定要让自己 hold 住，可以完成这些事情，对的状态。这样上次在罢工就是喝<哇>喝到非常，状况 <laughs> <laughs> 非常的后面。哎、欸，罢工很好喝，<以>很棒。哎、欸，我们直接这样子帮人家夜配吗？欸、我我之前不是跟你讲说，我很想要访其中一个，就是、欸、對啊。如果如果我们之后有机会可以做那种系列访谈的话，欸、我们就邀请老板，好不好？欸 而且我后来不是跟彩玲有一起去那个罢工吗？哦，彩玲是我女朋友，我讲过吗？上一集没有讲，没有没有。彩玲，大家以为是上班不要看的彩。哦，那个不行不行，太强，高攀不起，被揍爆。彩玲是我女朋友啊，也是我们学妹还嘿，我们学妹。对，然后我上一次跟彩玲有去罢工，然后她有认出我。嗯，她她是怎么认出你啊？因为上一次你们走之后，我一直跟她要烟抽。 看你是没有，我喝很，我喝很醉的时候，但是那时候还没有断片哦，就是那时候回家我都还记得。所以你是有意识的在做这件事情。对，但是我很醉的时候就会想要就是抽烟。我没有看过，老实讲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但是就是那时候的状态就会想做这件事，然后我一直跟他要烟。你平常会抽吗？不会啊。哦，我想说，我完全没有不知道你会。我只有抽过两三次吧，就是真的在很醉的时候。对，然后而且是很醉的那个那个状态维持一段时间才会这样，因为你。 通常到很醉，有时候有可能只是一段过渡期，就是你到下一个阶段就断片嘛。<laughs> 对，那个时候就不会再做这件事情了。哦，就是个阶段性的<對>。嘿 <laughs>，然后我上次<求>上次跟你们去的时候，然后我就是喝到很醉，就一直跟他要烟抽，抽超多烟。 嗯，对，然后他就记得，他说他我去的时候，他就说真的很傻眼、欸，他就说，哎、欸，你是上次一直偷抽我烟那个吗？<laughs> 我就说，哦，对对对对对，你真的很靠背，你就应该要拿一包烟去还人家。你在那边，我哎、欸，我消费消费不少，好不好？消费也是因为你喝酒啊，才不是因为你抽烟。好多啊,啊、哦，我还有你没有给烟钱，你就是占人家便宜。<laughs> 他可以从酒钱里面抽一点吗？<laughs> 少在那边，<laughs> 所以他那时候认出我还蛮意外的，<好>而且我,我而且我剪头发了。 你就脸长一样吼，差很多好不好？可是你本来头发也没有特别长，可是至少是妹妹头啊，就是是平的啊，对、哦，刘海是平的、啊。然后我,、啊、我现在剪平头，嗯、他也应该可能认不出来，就他还是认出来了。我觉得你可以讲我们上次去酒吧的时候遇到很很吓的事哦，就上次 <laughs> 我跟你嘛。<laughs> 现在想起来还是蛮生气的，啊、有够好笑，气到现在。<laughs> 上次我们就是我们有四个朋友，就是我跟依安还有另外两个朋友，然后我们一起去罢工。那我们是坐在那个比较靠大门，然后就是门口的 L 型座位啦。對,对对，我们是两个两个，嗯、然后算是呃互看的那种状态吗？对、啊，因为其实四个人坐并排很难聊天。对对对对。對然后呃，在我们的右手边就是有四个人，然后他是一男三女。嗯，对，然后。 哦，我先坐好好了。<laughs> 你要你看，你这讲这件事情有多重大，需要来瞧我？因为我觉得蛮生气的。<laughs> 我跟你讲，不管几次，我讲到八十岁，我还是会很生气。然后呢，那四个人呢，就是其中一个男，欸、那个男生就唯一一个男生，想要把其中一个女生这样子，我们叫他 A 女好了。好、哦，他想要把 A 女，那另外 B 女跟 C 女呢，就是算是 A 女找来的朋友啦，嗯、<哼>就是可能一起呃陪她喝酒这样子，然后。 后来那个男的就直接把 A 女带走了，然后留、哦、對對對留另外两个女生在酒吧里面。嗯，因为其实那个时候我跟另外一个朋友是跟他们并排坐，我们看不到。嗯、然后是嘉伟跟另外一个朋友说：“哎、欸，那个男的把那个女的直接带走，然后留另外两个女生直接自己在酒吧里面，这个行为非常不 OK。”嗯，而且因为那男生的目标很明显，就是要把 A 女、欸。我觉得要把其中的女生没关系，但是你如果已经大家都约出来，你。 应该要把人家就是安全的送走，你你再另外带人家、哦。而且他们四个是一起来的哦，他们不是到酒吧才认识的哦，不是，哦、他们是一起来，所以那男生的目的就非常明显，就是要把 A 女带走。哦、对，然后所以，但是他就没有照顾到 B 女跟 C，然后他们两个就喝的有点有点呛这样子，<嘿>然后那个其中一个女生呢，哦，喝到就整个 K 就笑了。 在那边哭啊，然后叫啊，然后、嗯嗯、可是他踢出笑的时候，其实是已经被另外一个清醒的女生带去门口。嗯，对对对,对，然后那个女生还进来要了一次那个塑胶袋，因为她要,要吐。呃、吐对，呕吐袋。然后 bartender 有给他，老板有给他。然后，嗯、呃，后来他又进来一次，是因为那个女生已经开始。 他无法控制他了，已经搬不动他了。就是嗯、对他已经整个人就是动来动去啊，然后大叫大哭，怎么怎么半夜不行。然后，<對>因为其实那时候他进进来求救是希望老板帮他顾一下那女生，然后他要打电话叫车。对。但其实他们老板他们走不开，因为人很多，<對><裡>那天课满，客满<滿>，六然后他们也三个人而已。后来我们坐在门口，我们想说啊，要不然我们就帮忙一下，嗯、就算了，我们就去帮忙。然后我们就我们其实也是控制住他。 让他不要乱动。对，而且因为他乱抓，所以其实我们就是女生。 那女生抓他也不敢叫男生去抓，因为怕可能碰到哪里他会就是可能不好，对对，这样不好啦，对，不好解释。所以然后那个他的朋友就去叫车嘛，叫超久，干叫超久，然后好不容易我们四个人，因为后来他先一直动来动去难控制，然后一直到后来是直接整个人没电，已经烂在那边，就是我们是四个人用扛的搬的把他塞进那个计程车。对，他叫车叫有点久，而且他是你还记得他是叫完之后然后又回来，然后就他叫不到车，然后又换我们去叫，对啊。 反正就是搞很久，然后我们好不容易塞上车了以后，然后他那个清醒的朋友就也很不好意思，他就说：“你可不可以留一下你的电话？然后我请他明天清醒以后打电话跟你说谢谢。”是留你的电话，留我的电话，留我的电话。可是后来我一直没有接到电话呢，就是害我白期待了一下。反正这一段高家伟超气是因为你说，反正这一段呢，就是搬他这一段就大概二十分钟左右，有二十分钟。然后我我们在我在这之前已经喝了三杯的调酒。 然后已经差不多要进入状况了，对，结果就因为这二十分钟，我这汗流一流，酒精挥发了，我直接酒醒，我直接醒，我直接起床、欸，哎，<laughs> 我啥？眼，我前面的三杯就整个铺 <laughs> 铺成都白费了。 高嘉伟走进酒吧，会走回酒吧之前就整个暴起，说：“干！我刚前面铺垫了三杯，我他妈现在都酒醒了，还我酒钱！”然后大暴。而且我还跟你讲说，他他不是有留你电话吗？对啊，然后就打电话的时候，这样<還>跟我讲一人家要请酒，拜托，连打打电话来说谢谢都没有，<laughs> <laughs> 你还在气、啊？真的很不爽诶、欸。<笑>你笑到不行。我对那个呃，跟你留电话那个女生的脸。 比较有印象，我其实我真的脸盲，我我没有印象了。你两个都忘记了，就是我没有刻意的想，oh. 就是记得他的脸。就是那个女生感觉是，就是也是被那喝醉那个弄到蛮清醒的、啊，因为她其 <laughs> 因为他们其实那一桌喝不少，但是因为刚前面讲嘛，就是那个男生要把 A 女，所以嗯，就是好像都是那两个喝比较多，uh huh. 然后喝醉那个女生就是算是炒热气氛的那一个。 就是自己灌自己很多的这样，对对对。但是其实他他那个呃功用有出来，因为毕竟公 <laughs> 用有出来，现在是怎样？毕 <laughs> 竟 A A, A 男那个那个那个男生成功了嘛，嗯、對,对对，所以工具型角色。<laughs> 对，但是他把自己搞成这样，就是非常的不 OK。欸、对，而且他他朋友真的蛮可怜，就是造成别人的困扰。<laughs> 哎、欸，我真的认真觉得，像像我自己喝酒的后来的习惯，其实刚开始也是人家教我说，哦，你在外面喝酒调酒的话，你可以先从比较浅的开始喝，嗯、就,就不要先喝那么重，口感没有那么重，對,对，比较轻一点的，然后你开胃，然后慢慢喝重。但是我后来喝下来，我觉得我喜欢把重的放第一杯，嗯，就是一方面是。 哎、欸，你比较不会有前面觉得说，哦，我怎么喝到第几杯还没有感觉啊、哦？没有这个问题，可能 <laughs> 你可以快速进入状况。<laughs> 我们的问题可能自己个人问题蛮蛮、欸、大的。一部分是我觉得你把重的酒放在前面喝的话，你后面比较好控制你忙的程度。哎、欸，就是比较能去掌握自己那个就。欸嗯、對,对对，你不会说前面好像感觉都没感觉，欸、然后到后面一个重的下去，哦，直接挂掉。<laughs> 哎，很危险。后面只要我那时候第二次去啊，我最后一杯是长长岛冰茶，对不对？我第一口下去的是，对我第一口下去就觉得哇，完蛋，这个我一定要慢慢。他们家的长岛真的好喝。对对对，但是就很危险啊，就是隐藏酒感这件事情。他们藏的很好，所以就我藏到我就放第一杯，我下次去就知道了。长岛要第一杯，他们家品长岛很大杯。 那大概是那种好了啦，那种的没有啦，<laughs> 太夸张，没有这么浮夸 <laughs>。这样出去，大家都要去那边喝。哎、欸，真的不错啊。阿、啊、是说，我觉得，嗯、呃，就像生病要有病耻感、哦、你喝酒要知道一下，你大概可以喝到什么程度<對>啊？你这个程度不要给人家添麻烦。對,对，而且喝酒其实我们就是呃。 朋友出去喝酒开心嘛？嗯，那就是也不要造成店家或是朋友的困扰。黑啊黑啊，嘿啊嘿啊对啊那觉得女生就应该要，我觉得女生比较危险啊。就是我觉得男生也很危险，不要这样讲说只有女生。我觉得，我觉得这种东西无论性别，就是嗯、呃，你要维持好自身的安全啦、啊。对，所以以前我爸会跟我妹讲说，就是第一次喝酒你要在家里喝。哦、嗯，这个也很对，很合很合理啊。嗯。然后我爸那时候好像。 就是其实那那次好像他们两个去喝也没什么结果哦。你说你爸带你妹去外面喝酒吗？对，就是去那种很一般的那种热炒店。对对对对，哎哎不算热炒，就有点像是烧烤的那种串烧，吃串烧。对对，有点类似居酒屋，但是不是这样比较台式一点。然后那次去喝，好像我妹也喝了不少吧。我爸就大概抓有，就是知道我妹喝你妹酒量很好嘛？她有蛮遗传我爸蛮多的。哦，那那这样你爸至少觉得是安全的。 范围内，对，就一方面也是让我妹知道她自己的量在哪里。嗯哼，对。啊，讲到这个，你是不能喝啤酒的类型，对不对？我很饱，就是我、欸、我不爱喝啤酒，因为我喝啤酒不会醉，就是我、嗯、我我还来我还来不及醉，我已经撑到我没有办法再继续喝了，哦、而且会一直上厕所，我觉得很烦、哦。我也是，我会一直上厕所，但是啤酒还是会醉啊。啤酒会醉，但是我还喝不到醉，我就不想喝了。哦，你你哦，你没办法一直盯着这样。 我就觉得很撑啊！可是其实可以选的话，我也觉得喝呃那个洋酒就是厚的酒可能好一点。嗯、对，就是对我隔天宿醉状态也会差蛮多的。哦，我喝啤酒隔天宿醉都超不舒服，<哇>像我今天就有点不舒服。<laughs> 对，但是如果喝调酒，那我、欸、隔天宿醉、嗯、就是呃、欸、很快就没事了。嗯,嗯，对，而且宿醉都不会比较不会那么严重。哎、欸，我还没有宿醉过。 欸欸、我不我我不知道是我还没有喝到那个量，还是我真的比较是不会宿醉的体质。可是第一次去喝的那一次，喝很多，你喝到很醉。我是那个那个是我隔天就是已经洗完澡、吹完头发才睡，欸、隔天醒来，整间房间都是酒味，<laughs> 我就哦干这个受不了，不行，太臭了，下次不要再喝这么多。大概是有，你习惯就好。 <laughs> 没有，我觉得那个味道我真的受不了。<laughs> 我每次喝完回去都这样。没有，我我是那一次第一次喝到，我觉得哦，那个味道我自己都受不了哎、欸。可是就的多的而且呃，喝完隔天宿醉的时候，嘴巴都会那个酒气。你你不会吗？我会觉得很很想喝水。对，就就口渴嘛。嗯，<對>口渴，然后就那个酒气真的是有个恶心的，真的很臭啊，很臭，超级臭。而且喝酒就想喝汤。 就想喝热热的，喝汤<蛤> <laughs> 吃热热的东西、欸。哦，你说隔一天吧，天还是当下？啊<覺><蛤>？<laughs> 为什么这件事情很奇怪？你干嘛一直喝流质的东西啊？<laughs> 不是，我就是觉得需要有一个热热的东西暖胃之类的。哦、我会觉得比較舒服你是因为想要喝，就是吃热的东西吧？对，我就觉得比较舒服。会啊，会比较舒服，就会比较缓掉那个酒精的感觉啊。嗯、对，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欸，哎，为什么会这样？ 我不晓得，可能它其实是有科学根据，只是我们我不知我不知道。其实还有一件事我也蛮好奇，就是通常我宿醉那一天，嗯，我就流就是可能运动一下流个汗，嗯，其实就很快宿醉就没了。 哦，因为你代谢掉了，是是因为代谢掉，是不是？对对对。哦，干你不要跟人家说你念什么的，丢脸，生理没修过是？我是我是我不知道啊，我只觉得喝酒很快乐啊。你哦，老师哭了，我看到老师的眼泪流下来。没有，我想说应该就是挥发掉这样。你说从头顶挥发掉那种卡通话的那样嘛？你不要再讲了，多讲多错，太丢脸了。不要说奶鼻，中山一啊，丢脸，中山一啊。 才中那间哦，另外一间 <laughs> <laughs> 中过一，喂喂，不行，<laughs> 不要这样，不要这样。欸、我也是有中国一的朋友，不行这样。<laughs> 没有，可是我没也没有那么喜欢喝啤酒。但是呢，如果跟长辈出去喝的话，或是有一些局，就是比较容易遇到喝啤酒的，对，比较 social 的局，可能就是啤酒比较多，而且其实啤酒便宜很多啊。哦，当然啊，对然。所以大家如果要，可是酒精浓度也低很多吧？没有，我跟你讲，啤酒就是很就是。 一直就喝量会很大，一直喝一直喝一直喝，一直喝说比较会被当白开水在喝这种、啊。对对对对，而且、嗯、<哼>那个你还记得就那种去热炒店不都会有一个小杯子吗？嗯，对，然后那种杯子就是呃你啤酒倒进去嘛，哦，喝多少都不知道这样。不过你还是可以算一支一支，这样，只是那很快、哦、就一杯一口,一口这样就没了。哦，就会被,被迫要是一口。对，其实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这个<化>这种文化到底知不知道，因为。 其实喝酒这个文化是我爸教我的，嗯，然后我爸那时候因为教我这件事，我很不爽，因为我不懂为什么你要教，因为我们家其实因为喝酒，爸爸喝酒这件事其实有过一段争吵，对，嗯、<哼>但是我爸教我的时候，我到现在才觉得哇很重要、欸，哎，<laughs> 真的很重要、欸。但是我觉得有一部分你会觉得那么重要，是因为你的环境比较常遇到这样的情，对对对，情况还蛮长的，嗯、而且其实呃，长辈们都知道，就是不。 呃，不包括长诶、欸、长辈或者是同学，或者是一些师长吧，嗯、他都觉得这个其实很重要。哦，对，嗯、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你做的恰如其分是很加分的。嗯，我觉得无论男生女生都是。哦，对，就是我觉得一些礼貌上的东西，不管是不是喝酒啦，我觉得都很重要。<嘿>但是我说到喝酒文化，我觉得其实台湾的喝酒文化已经比韩国的好很多了、欸。哎、欸，韩国是不是很恐怖啊那個？其实我看，因为我还蛮喜欢看韩剧的。 然后有时候我会去查一些资料，然后有时候可能看一些访谈<唉>相关的韩国的访谈<唉>，哦，他们的喝酒文化真的很可怕哎、欸嗯。而且没有台湾的伴奏文化，职场文化、嗯、也相对更可怕一点，嗯、好像更,更嗯，要怎么讲严严格规、呃、矩很多啦。对，然后限制也很多，然后文化上可能对女生或者是他们两性之间的冲突也挺多的。哦，两性之间冲突，说、啊啊啊啊、喝酒这件事情吗？哎、欸。 没有，在很多方面是这样子，然后所以喝酒这个文化会被影响到。哦，因为台湾的半桌文化对女生来讲是相对友善，因为哦，大家好像不太会真的那么积极的硬要灌女生酒，對對對對人家会觉得你存喝居心，對對對大概那种感觉。对对,對那种那种文化比较不会去找女生喝，嗯，对，但通常是男生就会比较就是常在那种场合出现，嗯，但。 如果是韩国的话，是不是女生也喝蛮多的？你也喝蛮多，而且对女生也是规则差不多。而且他们是会还蛮灌女生酒的样子。职场上啦，朋友间可能还好。可是他们的场合是在哪里？那种烧酒。员工聚餐。哎，我是说烤烤肉店、什么之类的。他们是不是蛮常在烤肉店我跟你说，他们无时无刻都可以喝酒，他们连在那个那个车库棚、那个马棚那种，他们的路边摊那种，那种也是喝酒。你说啊？ 发财车那种感觉，对对对对，是是你在韩韩剧里面一定超多那种啊！他们在家也喝，在外面也喝，聚餐也喝，麼喝这么喝吗？哦，oh. 我怎么没有韩国朋友？哎 <laughs> <laughs>、欸，我们现在就在 podcast 上面，<laughs> 请问一下，们韩国朋友欢迎约高价位喝酒，因为我知道韩国那个那个喝酒的游戏很多啊，oh. 对他们而且还还就是好像就是蛮流行这种东西的，uh huh. 对我觉得需求很很很很大，<laughs> 这样的需求很，而且他们是喝烧酒，对不对？ 嗯，其实烧酒的酒精浓度也真的蛮。烧酒，它叫烧酒。嗯，哦，oh, 那它日本那叫清酒。哦、oh,，对对对，<laughs> 对，<laughs> <laughs> 我素作孽 <laughs>、呃。我不太喜欢清酒的味道，不知道为什么。可是清酒，哦，你有喝过好喝的清酒就那个、哦？我只喝过一次，我也搞不清楚那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嗯，就基基本上好的一点的都是很顺口了。哦，对，就在在于那个喝。但其实我没有特别热爱那个烈酒的味道。可是啊、嗯哦，那你调酒都点什么基酒？<laughs> 我不知道。 <laughs> 你,你就是那种不会看的人吗？<laughs> 我不会看，我就觉得好喝就好喝，<laughs> 我就是没有研究瞎喝。<laughs> 你知道罢工啊？他们、嗯哦、我们坐了，我们那一次坐的位置。等一下，人家会不会以为其实我们是 <laughs> 其中的投资者？不是不是不是，<laughs> 我们是酒客。你以为你下一次去可以因为这样打折吗？你想太多了。<laughs> 哦、这是我的目标，这是我的目标。好好好我是说啊、呃，其实不止罢工有这有做这件事情，其实只要你坐在吧台的话，嗯、呃，然后可能。 八天的都会做这件事情，他会把他要调的东西放在你前面、哦、给你看。我知道这个。对，其实我还觉得，我觉得还蛮不错的。看不懂啊？没有，你不用看懂啊。<laughs> 就是呃，应该你不用看懂。<laughs> 你跟他讲，突然觉得盖鲁在公在小。不是不是不是要应该要看懂，因为我觉得可以去尝试了解一下，你这杯酒在喝什么。哦哦 对，然后上次就是，其实我点酒的时候会看一下，可能它上面会写，哎、欸，鸡酒是清酒，嗯，就大概看一下，我会看一下，他只是看完我也不会特别记得喝起来有什么不一样，<laughs> 除非我喝，除非喝到我觉得，哎 <laughs>、欸，这个味道我特别不喜欢，我才会记一下，哎、欸，那个可能是什么，但是我不会特别去说，哦，我特别喜欢什么鸡酒，所以我点什么，呃、因为像我的鸡酒就很明显，我就是很喜欢 whisky 的味道，嗯，对，所以，呃，我在跟 b a r t n 调，就是。 点酒的时候，我都会想说，哎、嗯欸，那可不可以用 whisky 的维基酒去调。后、哦、请他直接跟他，<對>请他帮你调。所以那时候就我觉得这样子，可能白天的也比较会有方向，嗯<哼>，可以去调我喜欢的东西，这样，嗯、对啊，这还蛮还蛮重要的。哦，上次就是因为他就是放好几支在我眼前，嗯，然后我就问说，这个是就因为它那颜色是红色的，嗯，我就觉得很酷啊，就是不知道喝起来什么味道。我说那这一支的味道是什么？他就倒了一杯很小的下，就是比。 你该高两杯，你知道吗？嗯、对，那种的的杯子的高度给我喝一口，我、oh, 感他妈有够难喝的。妈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苹果，那是苹果吃起来什么样子？你确定切一块给你吃？妈妈，这个是我，这个是橘子。哎、欸，那我下次又一直狂问，然后就一直有下可以喝。你想，下次你直接被驱逐出境，一下是在那边要烟抽，一下子在那边骗、嗯、酒我不是我不是要跟他要下，我只是好奇，我只是因为我前面问了好几只了，我就说那味道大概长这样，他也没有倒给我。 嗯，他我只是问那一杯的时候，问那一只的时候，他就倒给我一杯给我喝，哦、我就觉得，诶、欸，他而且那个认出我那个人，嗯，那那个白天的他是很很用心在调酒的，他是每次调尝其他两个不用心在调没有啊，因为刚好都被他服务到了、哦、对，然后调酒不是会沾一口在沾一滴在那个手背上然后尝嘛，他、嗯、<哼>就会一直边尝那个味道，然后边想接下来要加什么，我觉得那个你有被用心对待的感觉还蛮不错的。 虽然他脸蛮丑的，你要不要不然你直接在那边公开看，就是征求有没有酒商要叶配一下，都可以。其实可以开心。刚刚说是威士忌，但其实都可以。其实很不挑，很不挑，很不挑。啊，快笑死！四十五分，哦，差不多了。哎，这么快哦？时间飞逝。我觉得这一集聊起来比较有那个，比较顺一点。嘿，只比较没有觉得哪里特别卡，难很难弄啊。会，我下次不要用这个姿势录音。 我拿着麦克风有点累 <laughs>、啊。我很想拍你现在录音姿势。<laughs> 为什么？很丑很醜啊所以很想拍啊，很好笑啊，真的太闹了。好，我觉得之后可以再多一点酒的故事。<laughs> 但但是我觉得我们比如说一集里面我们可以讲不同一点的故事，就是不一定要很集中讲同一个主题、哦可啊。可以啊，可以啊，我们就乱延伸啊。可以啊，就随便延伸。而且我觉得那种喝酒的文化。 呃，根据场地的不一样，哦，会有很<對>很多的跟人员组成的不一样，<對>也差蛮多的。对啊，就就像 KTV、酒吧、夜店，其实我不知道，因为我也没有没去过一次而已。嗯，还有哪里啊？路边摊或是那个快炒店，我觉得都差很多。嗯，对嗯，而且会去的人也差很多。我觉得穿着打扮跟你在那个场合的行为举止讲的话，<laughs> 我觉得也有差,、欸有差，有差有差。哦 干嘛？你在笑什么？<laughs> 没有，<laughs> 穿着打扮不一样 <laughs>。因为因为我是一个很喜欢穿拖鞋。没有 <laughs> <樣>，你到处都穿拖鞋，对你来说没有任何的差别。OK，I got it。我上上就是上周去花莲的丰年祭，嗯，然后他们会跳那个大会舞。我超想喝小米酒的。我没有，我们那天没有喝到小米酒，真可惜。對 小啤酒好像听起来蛮好喝的，听说吗？叫听讲，听说真的蛮好喝的，的好喝的听说吗？嗯、没有，我是我要讲，说我去跳大会，我是穿拖鞋下去跳，<laughs> 很难很难跳了。你不如赤脚，<laughs> 你穿什么拖鞋？<laughs> 我觉得我们可以早一年一起去丰年祭。哎、欸，好啊，我觉得可以一起去玩，应该还蛮好玩的。嗯、彩玲也是第一次去，你知道吗？啊，他不是。 他他他是第一次去我不知道，我也蛮蛮讶异的。OK 吧？他这样 OK 的吗？那天去是他的一个阿姨带我们去的，然后我们去的是一个呃阿姨。在几月份啊？通常是几月？份？就是这时候啊，八月的时候。那我还蛮想去的，我有兴趣。我觉得之后可以一起去哦，找大家一起去。他们真的是去玩，丰年祭都是白天，然后到晚到晚上这样子。他真的一直喝酒吗？对，真的是一直。你你那时间有看我的现实动态吗？ 呃，没有。<laughs> 我早上我看来、啊、我没有认真看。<laughs> 我早上十二点多，然后到那个应该十一十一二点到那個会场吧，嗯，可能再更早一点。哦，地上全部都是霸的罐子，干超恐怖的、欸。然后旁边有卖那种香肠啊、串烧之类的，全部都在卖酒，全部全部都很。你这一时箱，转是要什么时候转？很恐怖、欸。大家从白天喝到黑夜，你不趁机捞一笔，你是打算？而且你不管卖什么，你旁边都一定会卖酒。对啊，很屌。 一定要的。然后，因为我们那天白天去呃阿姨朋友的部落，嗯的的丰年祭嘛，然后晚上去联合丰年祭。联合丰年祭就是你没有分什么组啦，就大家一起这样子。然后那边就类似一个小夜市这样。哦，真的是全部都在卖酒，超。你的长相还蛮融入的。他们没有觉得我是那个啊？哦，没有觉得吗？没有觉得我我我不是原住民啊？哦，对啊，他们一定觉得你完全就是。但我不是啊。哎，他们很嗨啊，真的就是。 呃，很热情呐、啊，嗯、我还蛮喜欢他们气氛。对对对，<圍>而且是不是还是会有人觉得说原住民会比较就是弱势一点？我觉得现在越来越没有这种感觉了、欸，哎，其实我覺得可能以前有吧，嗯、我不晓得以。以前以前就因为家、啊，我觉得在我很小的时候是有感觉的。 可能在我国小一二年级的时候，欸、班上的原住民是会有感觉，哎、欸，他好像跟我们不一样。但是那个不一样的感觉也不是歧视，可能小朋友还很小，也不会觉得什么歧视，嗯、就是哦，他长得跟我们有一点点不一样啊，欸、原来他是原住民。但是可能因为国小也没有什么加分还是干嘛的问题，吧。国小好像沒,、欸、没有，国小就有、是。可能后后面可能升高中、升大学机候有吗？机、嗯嗯嗯、有,有加分？有哦。Oh. 那可能比较会有感，但是那个有感，我觉得羡慕居多。 <laughs> 你说加分这件事情吗、啊？干、啊，我念的好累哦，他没有加分，好好哦，我也想要，大概是这样。<是>我妈怎么不是原住民？有时候对讲出说我怎么不是原住民这种话，嘿嘿感觉好像怪怪的。对，但是我觉得那那个讲讲法。 比较是偏向没有恶意的感觉吗？对啦，就是你，你不是真的是，嗯、呃，不是攻击说哦，你眼很爽，hey hey hey, 比较不是攻击性的，是,是哦，好羡慕，我好累哦，嗯、大概是这种抱怨性质的羡慕，嗯、嘿嘿，大概。但我觉得这个有加分，其实是有必要的，在那个时候，在那个時候因为其实不外乎就是因为他们是少数。 民少数族群，但是我我自己觉得，我遇到很多原住民，他们也从小就是跟我们在一样的环境长大。哦、当然啦、啊，然我不觉得有什么特别不一样啊。加分这件事情，我觉得可能对某些人来说是真的有差，比如说他真的是在山上生活，嗯，等等的，那他可能需要加分这件事情对他来说比较公平。对，我也觉得是啊。但是对于可能平常就生活在一起的，我会觉得啊，这是他们多赚到哦。但是我不会觉得哦，这件事情是必要的。嗯。 我也觉得是，就是那种比较，呃，真的偏香。对，真的偏香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蛮需要这个加分的，嗯，因为他们分配到的资源就没有像我们那么多啊，嗯，虽然说我也没有很多，我也不知道多不多了，没有，你是放弃了很多资源，是吧？哎，对，承认好，OK，过，OK，那我们这一集就这样，好，嗯，我是易安，我是佳薇，下次见，拜拜，拜。